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马来西亚西北部的一个小城，小镇，这个小镇呢，它是这个小镇最大的综合性的体育场，它的这个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体育场里面呢，这个，男足和女足，包括橄榄球都有，然后各个级别，现在是这个西班牙时间下午的8:30左右。然后他们这个成年队的 A 队打的最高级别联赛是西丁，就是西班牙第六级联赛。然后呢，我的儿子今天晚上是在他这个队进行试训，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队就是现在在远处的这个，对，这边在远处这边，对，23-24个人吧，加上守门员，有三个教练，他们的这个教练主教练的水平比较高，是前退役的职业球员，但是具体是打哪个级别联赛退役下来的不知道，但是体格非常强壮，技术非常好，能看得出来。然后在我的体育场的这边，这是他的这个成年 B 队打的是这个西部的联赛。然后为什么到驱车半个多小时到这个俱乐部来试训呢？因为他这个是有两个级别段的这个成年队，然后在 A 队试训的情况下呢，就是 B 队，就是如果 A 队有问题的情况下 ，B 队是一个托底，对，就是这个情况。然后我现在可以带大家看一下，他这边还有他的梯队的青少年的训练，在这边的体育场。对，这是女足。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俱乐部。这个是男子15岁左右16岁左右吧。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因为他这个试训今天到这个俱乐部是第一场试训，估计还是拉体能为主，如果有对抗的时候呢再给大家拍摄。这是队内分成两组，然后明明穿的是这个蓝色的这个衣服，在这个队应该打自由人，也就是谁有球权谁就可以把球给他，他就是跟谁一伙。对，这是拿球 OK， 现在他跟黄的一伙，哎，现在他跟黑的一伙，就是哪伙有球权他就帮着哪伙。因为他是第一次来这个队，他是陌生的人，所以就穿上这个自由衣的这个衣服。还可以，这一年打联赛打的对抗已经起来了，控球和护球没有太大问题。他的两个助理教练都在看着他的发挥，看场边，两个助理教练在盯着他的发挥。OK， 这球处理的还可以。这个是西丁联赛的试训。